美人，我又找到了一个钻石，但是它旁边好像有个守护兽。不要怕，有你美人姐姐我呢。什么守护兽啊？宝宝蛋。嗯嗯，我觉得这事还是男生上比较好。哎呀，没有没有，我觉得还是美人你更适合这项工作。哎，那算了吧，我还寻思你打赢宝宝蛋之后给你5个限定礼盒奖励你呢。你别说了，放着我来，我缺那10个8个的限定礼盒吗？主要是这项工作它非我莫属，我生下来就是为了宝宝蛋而生的，最后一刀。这个宝宝蛋的爆炸其实是我故意的，我主要是想让他帮忙把这附近炸一炸，看看能不能把钻石炸出来，不过没有也无所谓。美人，限定礼盒呢？什么限定礼盒？你刚才跟我说限定礼盒的，你别耍赖啊，我这可是有证据的。那你就仔细听听，我刚才说的是你打赢了宝宝蛋给你，你这让宝宝蛋炸死了算怎么回事？顶多算个平手吧，我没管你要限定礼盒就不错了。那你咋的也得给一个吧？ No. 一个都没有。我这怎么说也是为了你才被宝宝蛋炸死的呀。这个钻石经验让你吃了吧，就算是给你的补偿了。行吧，蚊子再小也是肉啊，接着找钻石吧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我去，美人美人，快救我！我这有爆爆弹和野魔宝，我这视野不方便打架，你快帮我顶一顶！美人美人，你说话呀，你干啥的呀？啊！吓死我了呀！美人呐，你真死不瞑目啊！你安心的走吧，把你的好东西都留下来吧，我会带着你的衣衫好好活下去的。死什么死啊！我这是装死呢，你赶紧给爆爆弹解决了，我再起来。那你就看看吧，我再给你秀一下啊。如果爆弹爆炸的时候躲在石头后面是不会受伤的，你看我现在就啊。